创办人郑若青。165公分，48公斤，31、23、33。第二位邀请到的是野马赛车手混血美女范飞旋。第三位邀请到的是 Swag 榜一的主播钱玉慈菲拉。你们以为这个结束了吗？远远没有。下一个，我欢迎在 coser 界称霸5年都是冠军、身材最好的好命兔。大家看一看，然后来走，慢慢走啊，待久一点呢，哇！如果大家有去那个动漫展，都遇到他啊，身材非常非常好。那个再多做2000好不好？你都要多拍一下，这样再走回去了。还没开够，你没看宅男的心都在蹦哧蹦哧的跳。那个非常支持，今天穿这种中国风的衣服，可能衣服是 Made in China， 所以也算中国风。好，那我欢迎下一位来 ，Kelly， 请上台。跟你讲哦，很厉害哦，大学2年级，几乎我们都快要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学一年级的，大学一年级女大生 Kelly。那个，我今年43岁，那完全每次都是我女儿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才正在犯罪。多再多多做两下，多做两下。好，大家记得好，那个可以消费500块钱，可以去投票啊，投票下啊，然后投票应该会支持这样子。好，谢谢佩妮，谢谢佩妮，大学一年级，大学一年级，女大生。好，那谢谢我们的李小新帮我做那个伴奏，那您可以继续了。